神。那明明就是正赐给你的神。哦，对，上斩昏君，下斩奸臣。喂，自杀吧。回锅肉我刚吃蛮香的，它那个肉很有嚼劲，吃进去嘴巴里面就在那边咕咕。红宝弟弟看，它是看起来辣而已，但是它是肉焦麻的香气，它的肉是扎实的。美味煮炒饭，它虽然上面标榜着没有辣，可是我觉得吃起来有点辣辣的感觉。我觉得蒜是炒的蛮好的，因为有粒粒分明的感觉。这是酸菜鱼鸭汤，它酸菜味道会把那个辣综合掉，反而会让不敢吃辣的人会上香。你们今年的新年愿望有什么？哦，新年愿望当然是希望频道大红大紫，然后大家都要身体健康，这才是最主要的。听起来好听，然后大家会觉得合理，我就可以继续吃我觉得烤鸭吃起来，它的皮是脆的，然后里面的肉很嫩，有肉汁，然后它的酱啊也凸显它鸭肉的甜，很好吃。一到十分给几分？对呀。我觉得我可以给到八分，跟我在宫里面吃的差不多了。哦哟，好危险的哦！我觉得在这点应该差不多要做给你点的。OK， 我们上次都给过，给过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我们在 LA 时尚川菜的一个开箱。然后呢，我们等等吃完之后要做一点特别的事情。晚一点呢，就是会去买伴手礼。我跟你讲，这间厉害了，那不透露好不好？我们先把饭吃完再说。里面呢，听说有很多你小时候的回忆。那我们等等呢，就要在这间店做一个趣味竞赛，在30秒内看谁拿到的东西最多。对镜头细细喊话一下，扫进来都是我的。来，你再细细喊话一下，扫进来阿杜的也是我的。哎，那我们等等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赶快进去来 PK。好。嗨，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的竞赛啦。Yeah, 对，没错。我们第一位选手是，哎、欸，阿杜。那我们现在就计时30秒。嗯，记得拿到的都是你的。没错，拿到都是我的。那、啊、你的都是我的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哦、这珍珠奶茶口味超棒。什么沙茶爆米花？你说这还有什么？哦，玉米浓汤、啊，还有什么？都拿。阿杜的战斗力不错、哦，很猛哎、欸，而且他们口味都很特别。第二位选手，哎，有什么想法？阿杜的是直接割的，直接割的是我的 ，Go！ 加火哦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，哇！我的是扎实的，阿杜的是不扎实。对，
等下阿杜记得付钱哦。对，最初的付钱，最初的付钱。OK OK， 好。秀有什么那个想法？我一定会赢过前面两个。嗯。哦，你会赢过前面两个。我要比较拿更多。刚刚宇轩说他是最弱的，结果其实最弱是谁？我没有，是你讲的哦。接下来轮到我们红上喽，我们要看红上的实力如何。OK， 那我们就一组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好弱，好弱啊！没有哪好不好？像这种暴富的有没有？暴富的狗粮，然后还有这个告白爆米花，单身狗赶快来买。这个告白爆米花，这个东西叫什么？兵在精不在多，你有一百万的大军，打不赢一个最强的那个什么超级赛亚人。我们会来看一下统计一下，然后到时候看谁第一名这样。没错。好 ，OK， 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环节。我20个，我47，我55，我56。22，你两个体质多少？20，啊，你多少？20加22再加17，哎，我赢他们了，掌声鼓励！厉害啊！这就是皇后的威力吗？在女生买菜的威力太强大了，购物本。刚刚你们有挑到什么你们很喜欢，或是看到古早味的东西吗？真的爆米花口味很多样，爆米花有咸酥鸡口味，超猛的。然后还有蚊香，你看蚊香爆米花。很可爱哦！我拿了两罐大罐的爆米花，这是咸酥鸡口味的，焦糖口味，一甜一咸，吃电影的时候绝配啊！我们小时候的零食很童趣哦，这个很好吃，卡里卡里好好吃哦，还有这个鸡块。皇上会吃这种东西吗？宫里面很难吃到庶民吃的东西，好不好？我们宫里面每次要吃东西都是要偷偷出宫的。皇上最爱的这个是什么？招财金猫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那个哦，平安饼，大家平平安安，然后开开心心，然后发大财。小时候的汉堡，最爱吃鸡块了，真的。啊，在小时候呢，超喜欢去杂货店买，5块钱一条就很多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超喜欢这个煎饼，也好吃，哦、真的配剧真的超赞。胖子来源就这样子，对不起，这边都他吃的。所以呢，其实这边真的非常多的古早味的饼干，你想要回味童年。然后重点是他们的包装也非常的有趣。吃胖是你的责任，做猪就是要努力吃。你是猪吗？是的话就来买吧。那我们等等呢，就是要来问一下我们的那个店员，问他们现在有什么活动，爆好康给你们知道，好不好？那个我想问你两个问题，就是第一个，哎，最近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？全款消费1000。猪哇，很可爱。第二个问题，朕很好奇啊，为什么这间店叫做猪饲料？因为老板觉得这个名字很有趣、好玩，会让消费者有好奇的心，就会进来逛逛。OK， 所以就是老板突发奇想，就觉得这个名字很有趣，引起大家的好奇心，然后就会想要来逛逛的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些东西也真的就是带回我们那边去了。如果来台南要买伴手礼的话，要来哪里？猪饲料干妈店。那我们就走吧。我满载而归那么多东西哦，回去已经吃到饱。说是猪饲料，其实就是我们的饲料啊。那我们就这些回去好好享受它们啊。煎饼，煎饼，对，当筹码，好吃哦。吃煎饼，好，比较小，直接发哦，直接先吧。你们应该不会赢我的。一二三，哇！哦，催泪，催泪，催泪吗？现在是奶牛在挪。
四个，哇，爽啊！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一定会一路嗨到底。准备好，准备好，三、二、一，辛巴啦！哇，是啊，这算十分，好，都来，都来，都来，只要你也输了。我们还是玩保守一点好。不要一个，不要一个，我死了。通常这个时候就会多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敢，不敢，我要打保守。我们把保守一个一个。一、二、三。三。我九。零塔，零塔。来来来来来。啊，我应该。那分谁？啊，我应该压多一点的。你刚刚讲对不对？来，加一个。一、二，拜拜。五。一。我要死。我应该要加两个的。我有零分，对、okay. 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四分，九分呐、啊！好，还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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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你啦，给你偷啦！你要抽奖怎么越来越多了？当然啦、啊，我要把我的家产赚回来，我不信我会这么倒霉。二、三、六、九啦，九啦，九啦，我不赌一次，我不赌一次。来，我要彻正追你三个，二、三，两分，九分，四分，九分。全收啦，给你啦，全收啦。对，我抓你要越来越多。哇、哦！你呀、啊，大家出了四个了，说哈敢不敢？跟啊，敢不敢？跟啊！他如果说哈，你说哈吗？下去了，就是鼓舞别人那个崔蕊下去了啦。啊，崔蕊啊，说哈，说哈，六个。好险，只是饼干诶。好恐怖哦！来来，准备。三、二、一，九分，九分，五分，一分，你几分？九分，啊，总分，全收。我要劝别人怎么样？我觉得赌博真的会有那种，就是你看赢了有没有，就会想要赚更多，但等到你开始输了之后，就会开始有那种紧张感觉，你会想要一次把它 all in all 回来，这样教育片是不是？然后现在靠庄家那么多，钱买麦金，这就告诉我们要玩的时候去买煎饼，对对，不要用赌煎饼就好。小赌怡情，大赌持家。你想要下去了是不是？我下去了，风险越高，得的越高。零分。六，赚回来了，赚回来了，你看吧，风险越高，赚的越高。一样局，两样情。你还是继续吃那个，继续吃可乐塔，好可怜。我再怎么输都还有前三名。没有啊，给他败光了，你就没有钱。一、二、三，六分。我靠，直接一分了，有没有？三、二、一，零，零分。又输了，又输了。好，来两个。姐姐全下了啦，怎么样都是最后一名，全下了。我最后一局就全压了啦！我已经有没有全压了？好了吗？哦，很尴尬。好，最后一局嘛。对，最后一局。二三开，一分。哇！哇！回来了！多少？一瓶高粱。哦，结束了。赚好赚满。是的。那我们的赢家已经出来了，第一名是秀。今天和后台不一样啊！哇！有买有差，然后第二名是宇轩丹丹并列第二，那现在就是大家最喜欢的环节啊！哎呀哇，你吃大便！对，我们已经忽略输家了，对对对，大家都要当输家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前三名啊，第一名，谢谢，谢谢，来看一下，哇，画完这几个牌都可以有三千块哦。哇哇，好多汽水糖，这就是第一名的味道。待会会给苏家猪饲料。不、哦啊，还是有安慰剂的。我有看到，好香啊！再看一下，他觉得没有的橡皮糖比较香，更比较更味道很香哎。喝汽水糖，喝汽水糖，喝汽水糖。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玩这种游戏啊，小赌怡情。对，大赌持家，对，所以我们大赌的时候，要拿猪饲料的双花奖的这个煎饼，没错，来赌，大家不要败家哈，不要败家，而且这个真的很好吃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年特辑啦，是今年的新年，哦，今年的新年特辑，是不是今天？因为我每天在过年啊，我搞不清楚哪一天。这是我们今年的新年特辑，那恭喜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发财。
啦！打我啦！好，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还有开启小铃铛，对，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追踪 IG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